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才开始啊。小心翼翼的在观看别人是什么样眼光来对待我，你不要把自己放这么 nervous， 你放松了，你不去考虑，你现在最大的敌人你是我，你老在观察我的脸色是什么样的，你不要去想我，所以你要是去想角色，去想歌曲的内容，你去想这个环境，你去想那个 stage。你想到这些东西才可以，啊。There you go， 放松。学了这么多东西，但是你这个三个 step 还没做出来。She's my little alone， 还是这样唱的。你不是你看，你等一下，你再看视频，你看。